梦见面条。面条是一种常见的主食，多有小麦之称。梦见面条主福，象征长长久久，事情顺心如意。梦见面条预示梦者健康长寿，事业进步，会有好运气。梦见自己吃面条，预示你可能会遇到一见钟情的异性，要慎重交往，避免冲动。病人梦见自己煮面条，预示身体即将康复。男子梦见自己吃面条，表示你由于近期经常锻炼身体，现在身体很好，很健康，以后也要继续保持现在的心态。梦见自己做面条，预示着近期你的人际关系不如意，和周围的人会因为一时之气发生争执。生意人梦见自己和面做面条，预示着近期你的财运不错，不过要好好的把握机会，谨慎思考才会赚钱。